法轮寺公所同业业业者韩国民间协会的合作，希望五月对天堂国来看法轮全员的建设，希望用无穷用的国土来看法轮的像，每位大鹏样片来推广观光，希望受到台地同样用的法轮，逐渐再高发展起来。对开南面金针花的富丽乡六十三山，都按中立的海顺，出特山海之美。法莲寺的琼岩壁馆，同闽南海江华桥一条风景没看得到。对各个看光下翕相的国土爱太家底，法莲很是安详。我走过全世界，有到欧洲，有到美国，甚至到东南亚，很少看到像花莲这么独特的城市，有山有海。它的城市人口数虽然不多，但是它会让你非常舒服。天童杨春杨雄到法莲观光生涯，古所会推出亚出样片，每系推销法莲亲后的宣传。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带影片去，带照片去，把花莲的美跟花莲好呈现给所有的各地的旅客。那六月份我们要去香港港旅展，然后八月份也要去新加坡旅展。花莲现在依然这么美丽，这么漂亮。法莲寺公所讲，除脱样片以外，每希望结合种同有代表性的相片，托公所地图来展出，为法莲乡亲留下来行销家乡。下个新闻，钟国贤，法莲报道。